现在留灯的是二号、五号、七号、二十号。上去灭掉两盏灯回来。有请七号、二十号。男嘉宾的心动女生看大屏。十二号。好，男嘉宾的智推女生是，哎呦，上台了。真浓营养，美味尽享，口感超浓郁，营养更丰富的真浓牛奶，浓情揭晓，智推女生。二十号，汪子歌。男生性格沉稳理性，既爱尝试和挑战未知新事物，又喜欢细致的计划之后的从容淡定，感情中随和有趣，乐于分享内心世界。女生的性格活泼开朗，善解人意，感情中在意仪式感，喜欢有上进心、靠谱温暖的男生。两个人都向往踏实稳定、细水长流的感情，希望能够彼此协商规划未来，是既懂浪漫甜蜜又互相体贴的一对，供两位参考。看一下女生的基本资料，汪子歌，认识一下吧。我喜欢的浪漫至上，你选一个。一，认识一下吧。你好，我就是睿智、美丽、可爱、大方的汪子歌。作为一名古灵精怪的女大，极强的感染力和乐天派的性格是我与生俱来的能力。自幼便学习书法，参加了很多比赛，获得了较多奖项。大学后又跟着老师学习国画，跟着我带你深入更多技能。我还有一个无比幸福的家庭，在充满爱的世界长大，期待遇见那个同频的你，与我共度余生的幸福。王梦瑶，我想对你说，小心愿，自信的我。自信的我。Hello， 这是化妆后的我，它的确可以让我更漂亮、更自信。在重要场合需要拍照时，我会化上漂亮的妆。可日常生活中的我不喜欢化妆哦，我可以素面朝天的逛街，跟朋友出去玩。不化妆的我会多一些轻松和自在，接受自己的不完美。每个人都是因独特而漂亮，每个女孩都应该在任何时候大胆自信的微笑。陈鸿熙，这样的我，小缺点，理想的爱情。理想的爱情。平淡的日子里也会有生活的仪式感和小惊喜，会有固定的时间，两个人一起聊天，说说自己一天的经历，共同都朝着一个目标前进，都奔着结婚去努力。